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护肤品的奇迹 Christine Van Me， 不是为了隐藏着的美丽，而是为了看得到的皮肤健康。护肤品的新哲学将成为美容行业一个革新性的开端。1966年成立了美国最初的美容职业学院，培养了许多世界级的美容学家。50年的历史，位于堪称世界时尚中心的纽约曼哈顿，进入了美国、加拿大、东京和韩国等市场，成为全球美容学的基础，获得美容法国议会的荣誉奖、美国联邦议会的会议记录，获得 Medal de Mérite d'Escoc 奖。结合了古代中国、印度、埃及的传统成分和21世纪的尖端科学技术，作为世界关注的发酵科学的发源地，自然科学和日益进步的技术力量为皮肤护理生产着更优秀的产品。通过研发生产不同的产品组合，成为改善皮肤健康的科学性护肤品。这就是 Christine Van Me 的哲学。